さ。这个也是引船的吗？拖船，要把它协助到那个转弯。啊，协助它转弯。因为它的船太长了，它自己转会转不好。哦。这个300公尺，宽50。对。这艘船重量是10万。10万了、哦。对，然后它可以载20万的东西。吨啊。公吨，公吨，了解。所以他是推他吗？对，推他，前面一台，后面一台。